慢速，这边，停止射击。 旅长政委，脊柱开放性损伤已经全部缝合，轻微脑震荡，还需要继续休息，其余的暂时没什么异常。不会致残吧？不会的，请首长放心，有什么其他的，我们早就给他转院了。好，谢谢您了。行。 张能量现在什么情况？ 人呢？车里呢？你给叫出来啊！不出来啊！你把他给我揪出来！锁上了。
把舱盖锁上了。哎哎哎！ 出来吧，英良朋友没事了，他在医院呢，啊，皮外伤。赶紧出来吧。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啊，他也有责任。这实弹打靶，你没事往靶场里跑什么呀？我没事找事吗？啊，赶紧出来吧。哎哎，啊，别那么纠结了。 这大伙儿都没吃饭呢，啊，都在这等着你。好意思吗你？哎哎哎！听见我说话没有？那一会儿过了饭点儿，晚上大家都得饿着肚子睡觉啊。赶紧出来吧。 你出来啊！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。 来来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给你个好东西。槟榔，提神啊！解闷儿，出来吧，就这一颗啊。你小子真是的啊，就愿意往这坦克里面躲。啊，新兵连的时候。 事儿吗？连长，没事。我今天去问了文叔，他说就是一点皮外伤。阿亮，没事儿，班长跟他陪床呢。要有事儿你就不能在这儿了，睡吧。我们理解你的感受。 这事儿啊，我有责任。作为驾驶员，不关你的事。他不是你拉出去的，别想太多，人不是没事吗？
可以打我两巴掌。说什么呢你？965在进入射击阵位之前，应良鹏完全处在965的视野范围之内啊，根本就没有盲区这一说。这种失误完全可以避免呀。当然，有两个前提条件：一是车长牛努力，或者是炮手张能量，其中有一个人及时发现了应良鹏。第二，那就是我们的火控系统在锁定目标到激发之前，炮手张能量没有任何的误操作。可是什么？听见了吧？张能量在激发之前，很明显，牛努力已经发现了应良鹏，并及时下达了停止射击的命令。为什么就没有停止射击这个动作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张能量没有听见。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对不起的。我知道我说对不起没有任何用，但是我还是得说，我那天开炮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你的，我真的没看到你在那里，一般不会开出那一炮。别说了，等等，你别说了。我现在能做什么补偿吗？我差点连我爸妈都见不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走，走，把这东西拿走！我不想看到你，我不要看到你，你走。都会过去的，姐。我现在心里真的变得很难受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放心，有姐在，姐陪着你。张能量，报。你听见你们班长下达的停止射击的指令了吗？报告，我真没听见。牛努力，到。录音里，下达停止指令的是你吗？是。你在下达指令之前，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，靶场里有个人影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俩坐下吧。是。我是炮手出身，
观瞄和射击，有点像举刀砍西瓜。瞄准了下刀处，刀举起来的一瞬间，你让我停，我停得住；刀落下的时候，你让我停，我未必收得住。新兵打靶，紧张是难免的，这直接影响到他注意力的分配问题。再加上车内的噪音极大，所以我认为张能量在那一瞬间是极有可能没有听到停止射击的指令。张能量，我不是在替你开脱，我们做了具体的数据分析还有还原模拟，最后得出的结论，你最大的失误就是注意力太过于集中了，造成观瞄时无法有效判断除目标物外的其他运动目标，这不该是一个炮长会出现的错误。这样的失职险些酿成大祸啊，同志们。我个人提议给予张良耀同志通报批评的处分，暂时不得进入坦克作训，重新考取炮长的资格。大家的意见呢？怎么都不说话？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，不是兴师问罪，是澄清事实。非战斗减员，那可是野战部队的大忌啊！大会小会，我们反复在强调，一切可以避免的流血牺牲，必须从根儿上解决问题。看来安全教育和射击安全保障教育还要抓紧，要和军事训练一样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张能量同志，包括整个车组乃至全旅官兵，要以此为戒，警钟长鸣啊。张能量，到。这样的处理结果你能接受吗？我能。于大雷，到。你呢？能。牛努力，我不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要检讨，做深刻的检讨，我会写一份检查交到营里，回去以后加强安全教育，这样的意外保证不会再发生。旅长、政委、事故调查组的各位领导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坦克进入射击区，发现标靶，打击标靶，作为车组成员，应该干什么？你踢我干什么？摧毁目标，我没说错吧？既然是实弹演习，那么我们和其他车组的任务是一样的，摧毁目标，不是扫视靶场。通报批评这个处分是最轻的，但不能因为处分轻就可以随便给战士扣上。如果他受了罚，后果是什么？那后果很有可能是以后车组在进到靶场之前，他们首先想的不是要发现目标、锁定目标、打击目标，而是看看目标周围有没有人。牛努力，到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没有责任，责任全在应良鹏的是吗？不仅仅是，而且我认为负责爆靶和进场安全的机部连应该负责任。明明是救了应良鹏的命，不应该挨罚。牛努力，到。住手！你让他说。是。说到底，应良鹏就不应该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点。如果他不受处分，那么很多人就会肆无忌惮地进入射击区，因为他们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没有受到该受的处分。牛努力，
这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兵的觉悟？你就是这么带兵的吗？是，我的兵受了委屈，我要为他们争取权利。你争取个屁！是，不，不用练，还拦不住你了是吗？谁看不出来旅长政委为咱们好？不，旅长政委，确实是我们带兵的问题。请首长放心，我们回去一定严肃处理。报告，旅长，政委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带回吧。我保证，一定严肃处理。经理，一命，带回。关于九旅季度实弹射击事故的调查意见，经旅党委审查并审核，装甲一营及一连通报批评，并做深刻检查，加强安全教育。九六五车组记过处分，车长牛努力质疑审查结果，行政看管三日，炮长张能亮取消炮长资格，不得进入坦克作训，重新考取炮长资格。机部三营一连集体通报批评，并做深刻检查，加强安全教育。列兵应良鹏通报批评。我想给牛努力送床被子。不行，看管室不许任何人进入。我知道，不是怕他冷吗？给他加床被子。不行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要不这样，我把被子放这儿，您给他拿进去。不行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张能亮，回去吧。过几天二次实弹考核，你别掉链子。对事儿不对人，希望你能站起来。发现敌坦克一辆，破甲弹一发，是。歼灭。歼灭。
海炮。你知道吗？你瞄准只用了4秒钟，开炮用了13秒，这个时间足够敌人把你打穿2次。没关系，等待第二次开吧。前方官苗自己报。坐标方位223，高低射界7，敌装甲车1辆，穿甲弹1发，穿甲弹1发，歼灭，歼灭。我这次没浪费时间。差了1密位，距离目标1000米，最终偏差量超过1米。大雷，停车。我没提醒你啊，现在不开枪你会后悔的。那这不成欺负你了吗？叫什么？我叫张能亮。
你看，刚干嘛呢？友情，自春的嘛，对吧？我的天哪！就是，你呀，刚才都笑出声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梦见。哎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及格了没有？及格了，就是跟你比啊，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哎，来呀，说吧。刚刚到底梦见什么了？笑得那么开心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梦见。那不能够啊！哎，我们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是不是？你呀，笑得都跟朵花似的了。怎么了？你们排长特别丑是吧？不能笑得跟朵花似的。没有没有。当然啊，主要是因为啊，自从入伍开始，从来没有见你笑得这么欢快，这么心情舒畅呀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一会儿去看成绩去，达到良好线的才算及格，达到及格线的都算不及格。啊啊什么？哎，排长，干嘛？张能量是谁呀？哎哎哎！哎呦，排长，你哪那么大劲儿啊？好了，别笑了，集合。左前方，关苗，稳一点。右上角，树上有什么？有瓢虫。驾驶员，原地左转。原地右转，停！干什么呢？于大雷，哪边是北？不许借助电脑。槟榔没有了，来，没有，都吃完了。啊！现在这心理素质啊，可好了，看着没？刚才我找那两下子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，阿亮？看我们训练一上午了，心里痒痒吗？不好意思，一点都不痒痒。哎呀，又拽上了。你们等我杀回来，炮长的位置照样是我。哎，连长，
上去搞两下，啊！搞什么搞？我要看书。真的是，我们在这搞了一上午了，你心里不痒呀？这没事，上去搞两下不？我不稀罕，赶紧整两下吧。就你心里想不想上，自己心里没数啊？我现在怎么上？我资格都被吊销了，我现在上去违规。你上去算是例行保养，啊，马上重新考试了啊，手生了不行。犹豫什么呀？上吧，上吧，上吧，上去了。哎呀，快点，赶紧整吧，龙潭，龙潭，上。你看，这经不起三尺。哎呀。一会儿就下来了。是啊，我上去摸过了吗？过完瘾了。张亮啊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好得很，哼，没有比现在更好。去你的吧！哎呦，哼，今儿我可洗完澡了啊，今儿神精神倍儿棒。哎呦，哎，你要敢折磨我，我就跟你比一百个阴气向上，你信不信？嘿，哎哎，这瞧你那损处。对对。您的订单已确认，收件人张能量即将为您安排派送，请耐心等待。再来一张。你过来看，你看啊，嗯，把锐度拉高一点，这样图片就会显得很锋利。所以我觉得反差还是需要强烈的对比才可以。你看啊，进这个曲线，如果刚才那样就不好。这是报告，这是叶小俊同志的鲜花，送我的。这谁送的？哎呀！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啊！哎呀，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是你那男朋友牛班长。不可能！那就是仰慕者送的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哎呀，多好的花啊，收就收了呗。哎呀，别说，这你那种确实比刚才好看多了啊。这也没其他线索了，谁呀、啊？这是张能量，交代了吧？谁解交代了？啊，你说谁解交代了？啊，我让你交代，交代。
不是我交代什么呀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送的。平白无故，有人送来一捧花，这还写着什么？还什么曾经的对手，想你的我，想你的谁呀，娘娘？不错，考核失败，爱情丰收啊！你这，再说我跟你急啊？不是我。那我倒是替这个姑娘有点冤得慌，花这么多钱，还不知道人家是谁。哎，这也不是什么节假日啊，也不过年不过节的，送马蚊子花呢？干嘛呢？逗蛐蛐呢？班长，班长，班长，什么情况啊？花，花。